那个阿杰，早餐的什么名字？早餐什么名字？那个刚刚我们吃啊。刚刚吃什么？那个啊，哥哥，名字、啊、名字，我们吃刚刚是什么？米苔木啊。米苔木。米苔木啊，也是面粉的一种啊。米的一种啊。米米啊。哦，米。你吃饭的米做。哦。打开。